没意思。怎么了？无聊了？那一会儿咱看电影去吧。我说没意思。啥意思啊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一下。那你的意思是想结束？嗯。说吧，你是有其他人了吗？那你就是觉得在一块时间久了没意思了呗？就这个意思。懂，其实我也有这种感受。是吗？那正好省事儿了。但是吧，虽然我和你有一样的感受，可我没有这么做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就想说责任感是吧？一部分吧，最重要的人性就是如此。新鲜感褪去的时候啊，那确实就没有动力了。但我确实不想坚持下去了。是，我也这么想过，但是换个人来还是会再来一遍的。目前没有什么动力。当你一遍又一遍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终究会麻木的。那你想怎么解决啊？我只是想说，当我们觉得过得重复而无趣的时候，就应该跳脱出去。新鲜感是和旧人尝试新的事物，不是和新人尝试旧的事物啊。这个道理你懂了吗？嗯，懂了。但是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少林寺的方丈不可吗？要拍的，如果你要剃下头就更好了。谁的电话？啊，老张说你拍的不错。好看不？啊，他进来了吗？如来。